要去吃这间世界的三手玉鲜。好，来吧。走了一天有点累，所以晚上来吃就是名古屋另外一家有名的，是叫一个世界的山的手语仙。那手语仙是什么？就是它是一个就鸡翅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来看看说它这个食物做的怎么样。哇，我们期待的这个手语仙已经来了，然后我们饮料也来了。然后它的这个后面有介绍说你要怎么吃，首先是你要先吃这个鸡翅，把它切一半，把它切一半，然后再来第二个要怎么办？把身体吃掉，剩下两个。嗯，好，然后再吃尾巴，再吃尾巴，尾巴看起来有三个。那吃完以后呢，会飞起来啊？会。长吃完以后脚就长翅膀，算长翅膀哎，算是长翅膀，会变成鸟人的样子。好，好。厉害呀、啊！来吃吃，你要吃给大家看。这个是手语仙，三十秒。啊，那个餐点先上来。这是要干嘛用的？什么？哦，是应该是沾面，沾面的感觉。现在上来一个沾面的感觉，然后有这个沾酱，那是名古屋的一个特制的扁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要先来吃一下手语先看看。对。真假的？真假的？好。它上面有很多胡椒粉，感觉皮很脆。好。好吃了。好。我们不能吃炸的，所以没办法。真假的？很好吃啊。真假的，所以你放心用手吃啊、喔，你直接用手吃了。真假的。需要把它分一半了，就像图画的一样。长翅膀了吗？还没，还有尾巴。但是往里面丢吧。它还是那个是放冰块的。真的假的？我可能吃一点点而已。那我帮你吃，那我分吃几把给你。好。给你啃味道就好。好。好。好，我现在吃完要回去了，要采用那个 Japan Taxi 来叫车看看。然后不能用 Apple Pay， 所以就只能付现金。对。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吗？没有，应该就是现金了。它其实就有点像是那个台湾的那个。好，叫车。概念。来了，哦，车来了，要五分钟会到。五分钟会到，所以他车现在在哪里？这里，很快就到了。这里有个小布布，然后我们人在这里。嗯。五分钟就会到了，剩四分钟。车号是820。真的，他这个蛮酷的，他会写说这个司机的名字是什么名字。然后还写他的兴趣是什么？他兴趣是格斗技耶。我们被打。